到这里。12点，我就把这块整一整。这水泵让老丁给捅过，今天完全用泡沫箱整上的。上次搁大背嘛，完了不敢总插着，怕把那个再整着了。这泡沫不着，没事儿。整整着嘛，它就是烫坏了，它不着。没有那种大火勾着它，它着不了。不错，我们喝一口啊！这块热乎，好多少天没这么喝了，喝一口。就怕整衣服，别的还真不怕。热乎是吧？这块这俩小猫都给我跟前围着呢。来，给你一个，来一个，来，两个小猫，两条狗啊。我有一个问题哈，你看我接触，就我老丈母娘，我丈人，他们可能阳性，我接触他们了。
但是我可能是个无症状感染者，无症状感染者啥时候我要一测吧，无症状感染者一测的话应该是阳性，但是我没有症状，你不太有症状的哈，之后几天感冒了发烧了以后不发烧了它就是阴性了，测完之后那我这什么时候能是阴性呢？因为我平常吧感冒什么玩意也不太吃药的，全挺过来了，我估计我这个抗体就比较厉害。但是我不敢到我爸那边去，我怕带给他。呀，这肉他俩吃的挺好的，再给你俩一块来，来给你看，吃吧。吃的挺好，再给你个来，站着，你练，吃吧，吃吧。